是哦，就是来宾，我跟你说，就大家都是请你的。我其实有很多想讲的啦，那因为我思考比较慢，我就讲快一点好了。就是其实一开始讲者提到一个，就是他觉得媒体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一群人去执行那种我们的监督的权利，就像是我们代议政治一样。我觉得这概念很好，但是其实，在媒体圈，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类似像立委，他是选区去分嘛。那你在媒体圈的话，我们某种程度上如何去做到一个，比如说，他是负责有一个记者，他是帮忙做，比如说某个议题的这种采访或者获取资料的一个眼睛的一个角色这样子。OK， 那我补充一下，像刚才讲到一般人的事情，其实。在最近香港事情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是公民正义走民主阵线的人嘛。那香港的新闻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报道了。那我们的一直放出去的消息来源，其实我们都没有人到现场，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香港民众在我们的聊天群里面，他们一直把那边的文字讯息跟图片影片传过来，然后我们就一直 po。然后直到台湾主流媒体过了一个热潮，他觉得找个下一个议题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然后下次要播香港的新闻的时候，他们就来 Facebook 问我们说，可以给我们拿照片跟影片吗？其实我们有很多问号啦，就是我不讲哪些媒体，然后就很多问号，我想说，其实这些照片我们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人，对，然后他们就开始会去找说，比方说他们去找什么CN 啊这些 PR 啊这些画面过来啊，对。那当然，最近我们也开始真的有人去现场采取更多的讯息，因为他们那边网络已经开始在畅通了，这样。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自行区那事情啊。其实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有些人书读比较多的人很喜欢去做分类，很喜欢做分类啊，记者啊，一般人啊，然后主流媒体跟非主流媒体这样子，对。然后就有的状况就是说，他们觉得好像要跟非主流媒体沟通，为什么？因为在3·18期间，非主流媒体似乎影响力有时候比主流媒体要大，所以他们就列了一些 list， 然后对这些人寄了信，寄了信之后，还没管他们要不要来就列名了，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收到了，我觉得讨论条件好像不太好，我们就决定用那时候一些大地很有名嘛，我们就说用你的名字去报名，我们就不用组织名字，对啊。其实这个事情同样在经贸博士会议的时候我也收到邀请的，我的做法就是用另外一个社群的名义去报名，我就坚持不用媒体的名字去报名，那就不会有背书问题嘛，对不对？对，然后当然去的时候，我在不管很多的场所，不管是公地或者管他这些东西，我都习惯用参与者的角色，因为你是媒体，像就是如果你在社区现场，你一直说，我是一个那个记者，我懂，我是警察，看到你我打了，我一定在旁边打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我是伪装成我是社运的人，那我在里面的时候，可能被带到警车，在我被打的时候，还可以自己赶快跑一下，对。对，然后同样之前在那个宗教系的那时候啊，我也是，我就是在那个圈那个社群里面嘛，就是拍一看人好像越来越少，换我被包围的时候，我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我要离开那个洞，然后就走出去，然后绕一圈就换到别家，这里有事情的话这边拍，用这种方式去获取，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现场，我们是记录者的小角度，我们就是获取越多画面，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像天桥那边的时候，我也是在上面拍，然后那个 PD 小组上来嘛，我就开始打着他们，打，我发现他们人越来越多了，我被挤了，我还是先走了，对，类似这种方式啊。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听证会跟公听会这些东西，似乎在那个行政程序法里面规定是公部门他们必须要录影跟记录，因为它是符合行政程序的部分，民众可以去调阅 ，OK， 他所以说，所以你看那个现场都有四个摄影机，对。但是我觉得啦，我们这种媒体角色可能要需要争取的是我们能不能去录影。那我看到他们行政命令的细节，我查了公听会、听证会那些东西，他们都说裁决权在主持人，所以说某种程度主持人权力很大。那当然我们现在做法是说我们可以摄影就摄影嘛，摄影太明显的话，我们就架手机这样摆着，放着一个角度，从45度角嘛，就拍得到了，只是活泼一点，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TV XXX 需要 Full HD， 我们只需要就是我不需要看到公务员的毛孔，我们只需要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就好了。对，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把一些讯息传出去了。目前的做法很简单。所以刚才讲手机的问题，我觉得这 idea 好像不错，就是是不是可以邀请换一个角度去想，邀请政府部门，不管是行政或哪部门，来一个叫做什么媒体开放或者什么公听证会、公听会，问问看他们能不能把这类的比较公开的行政程序的部分，可以让不受限的，透过法律的方式去让媒体可以去录影或者摄影。包括最近的
投票的那个监督联盟也是这样的事情嘛，对，谢谢。我们下一场，我们要这个。那还有没有有人是针对提问的吗？就是针对讲者刚刚的一些不同看法是要提问的吗？要赶快问哦，就是不然等下我们要真的要结束了，没有吗？好，那就好，那就私下让大家那个去提问好。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的参与，因为虽然昨天大家都。睡就是几乎都没有睡，然后是今天还是很热情的来参加这样。那我们这场因为有直播嘛，所以也会把连接再放上去，然后等于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参与到的朋友，也可以给他们这个连接可以看这样子。那就是谢谢后面的那个团队，可能也是请他帮忙上台。好，那我们今天座谈会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私下自己来问这样，谢谢。